大家好，我是俏妈。我现在呢正在南唐新天地广场的门口。南唐新天地呢是位于温州市飞霞南路和锦绣路的交汇处，然后呢它的对面是知行广场，它的旁边呢就是白鹭洲的公园。南唐新天地呢是今年的元旦节开业的，距开业的日子呢是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了，然后我感觉最近的人气呢也是越来越旺。南唐新天地有很多的商业大品牌入驻了，比如大家熟知的肯德基、万达影城、屈臣氏等等。它的二楼呢是餐饮区，也有很多的餐饮的品牌入驻，所以每到周末或者是平常的晚上的时候呢，这里的人气是最旺的，尤其是二楼。平常在广场上呢经常会看到年轻的爸妈带着小孩子到这边来玩，另外呢看到年轻的大学生在这边驻唱，最近还看到了这种小火车，感觉特别有童趣。那走在这里呢，你还是会感觉到特别的高大上，整个的建筑的造型啊以及店面的装修设计都是非常的上档次。最近随着这边的店面越开越多，这里的聚集的人气也是越来越旺了。南唐新天地呢成了附近居民休闲娱乐的一个非常好的去处，因为它旁边呢就是白鹭洲公园，所以周末的时候呢会有很多人逛完公园，然后顺便再到南唐新天地吃个饭。好了，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吧，拜拜。